傳統 two motion 有一種好大唔同，就係咩咧？傳統嘅 two motion 咧係壓嘅時候咧舉起嘅，呢、這個亦都係大家會比較錯嘅地方，然後先至出手，因為腳係向上，但係你嘅手向前，力量就會抵消咗，唔同步。新嘅 two motion 我哋係升高嘅出手點，但係我哋都係向上，唔係向後，係向上。向上，然后压向上拉。好，大家好，又系我 Coach 灰啦。好啦，又是教學片的時間啦。今次咧，我哋就講咧，好多網友都問嘅 two motion 可以點樣練習，或者點樣發力嘅 two motion。今日我想教大家咧，就係 two motion， 但係都要用到核心嘅力量同埋拉嘅感覺，拉嘅 two motion。好啦 ，two motion 嗱，先講一講啊，好耐冇射過噶啦。呢排特登練咗陣，就係拍呢條教學片嘅時候講。以前嘅 two motion 我哋一般係講咩啊？三個九十度，三個九十度，一、二、三。喺呢個情況之下，你攞個波就會攞個波嘅前端。假設呢個係依架車，我哋攞個車頭，攞住個車頭。然后个波喺前向后摆，就会形成咁嘅角度。OK， 中间自然会留个窿嘅。你攞住个波嘅前端，亦攞住后摆。所以你下一個動作就會向前出手，所以我哋以前射波咧係好講一樣嘢，就係話要指住個框 ，two motion，OK，、okay? 接波 two motion， 嗱好平嘅。咁我哋喺呢個 two motion 點樣自己令自己射得入呢？我哋最緊要呢樣嘢控制力量。嗱呢球已經都唔係向前噶啦。OK， 依球已經有拉嘅，明唔明？我哋就係控制力量。細力啲，遠嘅波，遠嘅大力啲。呢個就係以前我哋射 two motion 嘅方法。但係而家嘅 two motion， 即係好似Luka Doncic 嗰一隻 two motion 咧，其實佢都係一個新型嘅 two motion。第一，佢冇三個九十度嘅，淨係手腕呢一 part 就已經係 one motion 嘅手腕。你會見到佢手指咧唔會再咁指住自己噶啦，你會見到佢嘅手指係向上嘅，左手係會伸得幾前下嘅，因為同我哋之前講一樣，唔會再咁樣接波噶啦。都在波頂那裡接波，他會壓側身，左手伸前升上去的時候拉，是拉不是指前。佢出手嘅時候，如果你喺側邊睇咧，你會見到咧，佢係咁樣嘅啫，就唔係以前咁樣，係拉落嚟，同 Curry 嘅投籃都係好似，胸咧係會有微微向後，然後拉落嚟。再睇多次，佢就係接喺攞住個波頂拉。拉下来的
在这个动作里面你要记住不是用大腿一样尽量用脚腕的力量出手点升到很高了然后记住不要指住个框我们同样就是升上去拉落来如果你睇翻，可能咧，你應該成日咧，我話 look at Don 好似 Larry Bird 咧，其實 Larry Bird 當年都係拉。我哋 two motion 如果咧旋轉唔夠咧，記住任何射波都係旋轉唔夠咧，好難穩定嘅。傳統 two motion 有一種好大唔同，就係咩咧？傳統嘅 two motion 咧係壓嘅時候咧舉起嘅，呢、這個亦都係大家會比較錯嘅地方，然後先至出手。因为脚是向上但你的手向前力量就会抵消了不同步。新的 two motion, 我们是升高的出手点但是我们都是向上不是向后是向上向上然后压向上拉。再睇多次，壓向上拉。咁樣拉，就唔係向前射。所以 Luka Doncic 嘅 two motion 咧係好高 pass， 佢唔係低 pass。你會同當年嘅 Kobe Bryant 啊 Michael Jordan 嘅 two motion 係有唔同。呢、這個two motion 其實可能咁講啦，或者話比較接近 1.5 motion 啦，但係佢的而且確係擺上去頭頂有兩節動作嘅。喺呢一個新型嘅投籃方式之下咧，佢會做到幾樣：一，佢唔係好針穿嘅，唔會好似我哋以前咁樣騰空射球波嘅，冇咗呢啲動作嘅。佢調翻轉就係、是、佢就會切入壓住拉。一樣是有質切步的傳統呢你會很少人有後切有質切步的這個會一樣有質切步推質切升起記住不是握前拉回它下來在這個 two motion 裡面我們要做幾樣東西首先放回好隻手先隻手是怎樣放呢拍伸直向上接放回下來當你放回下來的時候你隻手呢正常就已經手指在自己的中間我哋依度攞波啊，記住係咁嘅角度攞波，係波頂，唔係呢度攞波。呢度攞波，接個波嚟啊！一樣要壓嘅，拍完個波壓落去，嗱，隻手唔可以黐肚，一定要伸翻上嚟。掹上去嘅時候，你係要有輕微向後嘅，嗱，因為我睇過好多學生嘅片段咧。很多網友的片段他會有動腰的是的他會有這個動腰的動作記住這件事我們不是向前出力記住都是上下只不過你將個出手點拉高一點
明唔明？同 One Motion 直接拉向下有唔同嘅。會建議即係嚟上投籃課程嘅學生，你未必需要完全改曬 one motion， 即係好似 Curry 嘅投籃方式。你同樣可以用呢一個 two motion 拉，但係記住喎，同樣嘅動作，我哋都係第一唔好反腕，第二壓升起。嗱，你會見到壓升起之後咧，你都係用腳腕嘅，都係足底發力拉落去。抛物线咧，你会见到咧系高嘅，就算三分都系嘅，压拉三分都系会高抛物线嘅，明白？波压拉，啊呢个比较接 one motion， 再睇一次波，我哋都系压拉拉落去，唔好指向前，波压拉落去 ，OK， 用脚腕嘅力量波。側身得太緊要啦，壓拉，明唔明白？